各位爱来我的有线朋友们，大家哦，农历大正，农建话就讲大家该交界每日一耕地，人旁世界卖三岁，来读当年书。本章来说，人面盲爱难骗道，指导卢小江。人旁是江米水界卖三岁，当年书啊。历史那古的又古啦，一到这那，让不顺有背得一干多年数，讲背干国所，地那奈南定多年数，不顺列对转正界，时间虽难时间，白沙水界多年数啊，地基修干都未换过，将一个片子里把烧，大末留少你就烧。耶稣定咧，即地就混大家片个毛烧，凉凉扑街，差不多呀，见点搞里面。家地多年数咧，一地不有香街，对回间落个妹呀，分别就跌度顿好，讲顿背。六至零零八一六月，来读多年数，从到建议。就断了对支配各家局配不值本位一旦命落。当然呢，白沙水就点无位东国的社本位命水跟全国历的经管里就命水。只能要质疑呢，就这感觉就断了对一配东国全洪水啦。现今嘛，白沙水界多年树，已经不有水面记下啦。那的咧，树来呀，正经或者记到水面记下国家文家呢。白沙水界多年树啊，已经增加了片河薄雾。当地呀，水来个道路，加增加了额外势力，让安跌了断酸经过薄雾白。跟大家每只只经啊，就该照顾才来了噶。大家二十八的有机会赴东方市里走咧，我该到白沙水个多年树夹夹，家底只该不少个断街噶。就祝大家天气健康，顺遂平安啦！南南二十，待会。